我跟你讲，真的，音乐归音乐，政治归政治。你看我今天是泛蓝的，而且我这边还有黄色。我们是觉得说新党有没有挑剔就可怜的，所以给他计量一下。泛蓝加油，泛蓝加油，你都在死人的，来，好。啊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伊是真有志气哦，自细汉就。日子讲袂写歌唱歌赚钱哦，我也不是好消息，传给你的坏邻居。不要怕，不要怕，有爸爸在。其实哈、哦，看牙齿一点都不可怕。对，一点都不可怕。看牙齿哈、哦，一点都不会痛。要勇敢，不要怕。就让他们窒息而痛。曾经拿下2000年金曲台语歌王的猪头皮，当歌手越当越心寒，干脆去大学教书，当起副教授，教学生流行音乐研究和社会电影探讨。我的心也在没控制你，我的心也在没控制你啊！那那，预备来，那那呀。那给老人 have a store。来，气过嘛，气过嘛来。秋天的囡仔，纯真善良，送你两片黄色的饭啊哟。繁荣大学，万事流芳。繁荣大学，万事流芳。繁荣大学，万事流芳。我们为什么不直接转过去？我多半要两段式左转啦。孤单紧做伴，来来来，到两行上快活。Seven Eleven 两人经济学，双双对对共享优惠，有 Seven Eleven 真好。猪头皮这几年没有出唱片，依旧搞怪，但头衔变成 Pop 节目总监。猪头皮他这个夜店到底是干嘛？每天上演猪头皮导弹秀。台上抢麦克风搞笑，开始慢慢在做有机米、有机米这款的。龙头是龙脂米啦，龙米哦，就冠军米也是龙脂米。是啊。光棍币别当讲正一堆嘛。啊，猪头皮老师，你有没有特别要讲评的？其实啊，这个白手套跟这个荧光的东西啊，在我们的这个台客文化里面是占很重要的一部分的，因为台客普遍都喜欢听节奏比较快一点的音乐的。欢迎来到自由之爱，自由之爱 ，Sing for Taiwan, Sing for Human Rights， 为人权，为爱来唱歌哈。首先欢迎邓树丁。